过嚟讲下今日讲嘅正经嘢系咩嘢啊？当然就系喜迎十九大。喂，但系而家十九大佢开咗之后。都冇新聞出嚟啊！咩冇新聞出嚟？幾閪多屌你啊！洗版啊！你冇睇啲咩？共產黨嗰啲紀錄片啊嘛，即係我唔覺收翻埋，唔係叫共產黨叫咩？習近平紀錄片。唔係喎，但係我平時睇新聞都唔覺有喎，我平時睇新聞都係啲咩仇演咩喎？嗱，你知我們的自信理論篇啲同十九大冇關係啊？仲冇關係啊？呢啲咩自信啊理論呢啲閪嘢就係拱托出成個習總執政，即係2012年開始佢背後嗰套頭先講話咩嗰啲咩？中國人的自信係中國夢，跟住中國夢再細分成咁嘅閪嘢啊嘛。好閪正啊！先睇一篇，其中一篇就叫《中国奇迹背后嘅必然逻辑》，跟住有啲咩咁必然嘅逻辑咧？即系当然好閪多废话啦，但系我讲紧重点嚟讲，中国共产党嘅领导是中国奇迹最鲜明嘅标志，是创造中国奇迹最核心嘅密码。即系就话你知，中国奇迹必然嘅逻辑就因为有共产党嘅领导。但系咧有一样嘢，你讲起十九大咧。我觉得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数据，但最近的股市升得很紧要。因为不单止是股市，中国现在好像是什么都升，即是地价又升，跟住我估你房地产可能你更加清楚啦，买卖。我哋啲楼好唔好卖我就不知啦，反正。但楼价真系升噶啦，唔会跌噶啦。系啊，楼价肯定唔会跌啦。但系其实我觉得呢个一个好愚蠢嘅决定嚟嘅，因为我唔知有冇睇到之前有个金融嘅新闻，就话新加坡嘅中央银行，嗯，即系类似第一个开始收缩佢嗰个叫咩货币政策，嗯，其实澳洲一直以嚟都系不停喺度希望收缩，就因为，嗯，如果欧洲同美国一旦一缩咧，你继续咁样扩张嘅话，一定系你嘅货币唔值钱，跟住到时一冲击嘅话，你嘅货币就变咗系废纸啊！即系当然中国可以有权可以被人冲击唔到啦，要全部封闭晒，全部断喺晒，咁佢就自己玩自己就冇所谓。但如果系你喺个新加坡或者澳洲啲自由兑换嘅地方，你唔可以咁样坐以待毙嘅。所以其实你睇澳洲啲楼市咧，好多地方开始，嗯，即系除咗啲最中心嗰啲核心即系大城市之外咧，其他全部都开始跌紧，就因为呢个系经济政策影响，即系唔系话佢啲经济差，经济一啲都唔差嘅，只不过哦 ，sorry， 唔系经济政策，货币政策影响。是纯粹一个货币现象，刚才你讲股市升都是货币现象来的嘛。楼市地价不停升亦都有货币现象。但现在最诡异的就是人民币对美元现在升值得好紧要。你看股市升跌不是只看个指数嘛，就看成交量嘛。你人民币对美元你要看成交量，如果它很多成交，人民币都是这样升，那就好事啊。即是中国不停卖货给人家是吗，跟你不停收成你的美金，嗯，卖好多货收很多美金，那它不停升，那这就是好事咯。即是你的货在市场上有竞争力嘛。但如果调回转，如果不是冇成交量，即系个好大嘅问题嚟嘅。你托高咗个市，咁你冇成交嘅支撑嘅，唔使个空洞嘅价钱。当然我唔知人民币系点啦，我冇留意好耐啊。我之前咪发嗰条新闻俾你嘅，嗯，我仲问你咩回事，所以其实我系唔知人民币而家咩回事。但系咧，我想同你分享我最近几次东南亚嘅见闻啦。其他产品我唔知啦，但有一样产品咧，我哋嘅曝光率系好閪高嘅，就系，是，我哋手机，嗯。我而家发现咧，其实华为啊。哇！屌，华为而家好閪劲啊！屌啊！等我睇下点劲。华为手机劲咧，我都可以理解，因为佢嘅硬件技术咧，好似真系好强嘅。嗯。跟住另外一个品牌都好閪劲，我话实在谂唔明啊，就系，是，我哋嘅蓝绿手机 ，vivo、oppo。即系你而家可以睇到咧，就系中国嘅品牌咧喺东南亚，佢真系喺度扩张紧嘅。即系其实。呢，这个同我哋当年理解嘅中国咧，其实已经系有些少唔同，就系，是，话其实中国依家嘅民用消费品咧，其实真系可以做到扩张噶。佢你头先讲手机，即系譬如讲我喺你话东南亚，我唔知边个地方，是哪地方啊？街道菲律宾同埋街道十部手机，有几多部系华为，有几多部系你话蓝绿啊？十部入边。哇，咁我真系冇去数喎。但反正佢哋基本上嘅智能手机都系中国产，都系中国嗰啲嘅。即系都唔系用咩苹果啊、Google 啊、三星啊，唔用。唔系，我冇见过。反正我在东南亚冇见过佢哋用 Google， 冇见过佢用苹果，即系用咗好旧啲手机啊！即系仲有个数字，即系我哋十年前用啲手机，十年前已经用紧苹果咯。唔系十年前你用紧苹果啫，但系好閪多人用紧嗰啲揿掣嗰啲手机啊嘛，黑白嗰啲屏幕啊，黑白手机，廿年前都未黑白。系啊，跟住。即系我见到佢哋用智能机啊，基本上都系一系就蓝绿，一系就唔系呢个都系可以理解嘅，因为佢嘅价格好有竞争力咯。即系我唔知华为咧，只贵个品牌定平嗰啲啊？我平嗰啲华为咧，系啊，因为我哋个飞机师朋友之前同我讲，就笑到咩咁，佢话佢好想买华为一部咩保时捷设计，唔知要成万蚊嘅手机。华为嗰个保时捷限量版啊，系啊，黐线啊，成万蚊部手机，阿华为。
唔係咁，華為可能手機真係使用體驗感唔錯嘅，即係我係冇用過，我唔知啦。但係因為我係用慣蘋果手機，咁你會唔會換最新嘅蘋果？講開手機啊，點？梗我肯定唔會啦，我邊死得嘅啫？屌你啊！咁閪正都唔換？喂，我手機攞嚟做乜柒嘅啫？我手機攞嚟發微信、打電話同埋打機嘅啫，而且打機其實都唔係重要嘅，因為我打機純粹係為咗你乜社交。我其實根本一啲都唔中意玩手機遊戲。我純粹係為咗同即其實我純粹係為咗參與你乜團隊團隊活動嘅啫。我哋每日中午嗰兩鋪打機，其實就係團建嚟嘅。仲有夜晚黑收工一鋪，我哋一般一日會打三鋪，跟住中間咧，如果係為咗等會議咧，又有半個鐘頭或者一個鐘頭嘅 break 嘅時候咧，我哋嘅同事就會叫我出去打一打咯。因為其實你如果你太忙嘅話，其實你手機可以做嘅嘢好閪少，你就係發信息。唔系，咁你头先讲下讲去都系讲你攞嚟做咩啫？手机咁，手机从嚟都系做嗰啲嘢噶啦。咁你都咁点解你唔用 vivo 嘅 ？vivo 都做到啊，做唔到你话啲嘢咩？唔系 vivo 佢实会用系窒啊嘛，屌你！而且佢窒得嚟咧，好閪你冇办法预料啊。苹果其实我已经用苹果手机都会窒，因为我两台都系六 S， 一个六 S， 一个六 S Plus， 其实都系会窒，但系。我知道佢有幾窒啊嘛，而且佢窒開咁窒就係咁窒啊嘛。咁但係 vivo 嗰啲咧，我之前用嗰啲 Google 手機咧，佢係越嚟越窒，越嚟越窒，窒到你乜你都唔知佢下一步又窒到成點啊！依個係好得人驚嘅事嚟啊嘛，所以我咪用蘋果咯。而且我啲蘋果好閪平，我啲蘋果都係兩三千嘅嘛。你係賣二手機啊？定點解咁平？唔係知啊，反正我第一部六 S 嘅話係上年十月份買嘅，十月喺上年嘅呢個時候買嘅，三千二啫嘛。你係正規渠道啊，定係啲古靈精怪？梗係唔係正規渠道啦。因為我覺得你一部手機超過三千蚊咧，好閪難嚟。喂，我嘅使用嘅要求咁閪低，你超過三千蚊，你係咪有少少過分咧？如果你對手機冇乜追求啊，即係你唔知 Google 新出嗰部 Pixel 2嘅手機啊嘛？我唔知道，係嘛？咁唔好講呢啲啦，講正。但我有了解，佢好似係佢係好多人工智能嘅啲技術含咗喺入邊啊嘛。你可以咁理解啦。當然你話用咗到，我唔知啦。佢有好多，即係譬如我睇佢個廣告啦 ，Google 啊講，唔係講蘋果，即係話，譬如你影相嘅，即係我亂笠啊，你叫雞嘅咁啊，喺雞鋪面前影咗相，有咩中南海定地中海啊？影咗相，中南海係啊，你攞個 Google 手機影咗相，佢即刻就話俾你知啊，呢間就中南海雞竇，即係你可以唔需要事前知佢咩嘅，影話俾你知，我話你邊條女最正幾好。影咗相咗，唔使上网 search 咗。嗱，我同你讲啦，你呢一样嘢咧，其实我又系好閪擅长嘅。佢嗰啲叫做产品嘅使用功能啊嘛。但系依家无可否认嘅就系话，无论苹果又好，无论 Google 又好，即系尤其系 Google， 因为依家据我所知咧，其实 Google 嘅手机咧，好似系已经劲过苹果噶啦。点样劲？即系唔劲咧？即系唔系话佢硬件劲过苹果，因为硬件劲唔劲苹果都系得佢哋吹嘅啫。但系实现嘅功能方面咧，其实 Google 嘅功能其实依家系比苹果更加多。因为依家手机其实你玩唔出咩花款啊，你依家手机可以玩嘅花款。其实整个趋势咧，其实做紧咩？其实整个趋势而家就系做紧系人工智能系 AI 方面嘅嘢嚟噶。呢部手机如何更加好嘅去实践，成为你人类生活嘅一个延伸，或者让你更加好嘅去连接呢个世界呢个功能。咁佢而家用嘅技术嘅主题就系其实 AI 啦。依家就问题就嚟咗啦。你喺美国又好，可能澳洲又好，你可能真系有你呢啲功能。在这些国家是真的有很明确的使用场景，但是中国其实是没有的。那你担不担忧这个问题呢？我担忧什么问题？就不要说 Google， 中国都有百度是吗？那如果中国的 vivo 或者什么 oppo 手机，那它跟不上这个脚步，就是它不可以一拍张照即刻告诉你这些东西，那未来它在手机市场 就慢慢被人家淘汰，因为人家更加先进，你跟不上，即如果跟不上。它应该不会跟不上的，由现在目前来看。即系过多几个月就会入嚟一部 vivo 智能手机，系啊，影张相。因为佢就算跟唔上，其实都好正常。因为我不过唔系中国，咁你产品竞争力咪降低咗咯？国际市场上，而且咁佢可能佢嘅市场佢唔系一流，唔系欧盟啊，唔系北美啊，发达国家嘅市场其实佢冇乜所谓。因为而家睇翻华为，我唔知华为可能佢而家打紧欧洲啦，喺度抽紧欧洲市场啦。欧洲边个市场先？你讲东欧市场咯，唔系欧洲东欧系好贵价手机定平价手机咧？我唔知道，因为佢而家东欧佢发布嗰啲旗舰机啊嘛，我唔知啊依家，因为我唔系做 TMT 嘅，但系。vivo 嘅话，佢肯定系东南亚、南亚次大陆市场同埋中国市场，因为有个问题就系话，你唔系有呢项技术，佢就一定会实现。我啱先同你讲啊嘛，消费者佢会有个体验模型喺度啊嘛，但系呢个体验模型佢唔系恒定不变嘅，佢系变化嘅，佢会有个变化嘅一个逻辑喺度。我哋去整呢个模型嘅时候咧，你要一定要将佢呢个
模型变化的轨迹、影响的变量，你都要描绘出来。嗯，你一定讲出，即系佢原先系点嘅，依家系点，未来会系点，跟住到底系咩因素，宏观因素又好，微观因素又好，或者 anyway 咩因素都，你一定要将啲变量系切出嚟咯，话俾佢听，佢咁样先系完整一个消费者模型。一个问题就在于，你中国佢可能唔会往嗰个方向去变啊。嗯，因为你中国人同埋北美啲人同埋欧洲人佢就系唔一样，佢呢啲可能就系受到佢一个经济啦，一个商业嘅生态啦，商业嘅生态环境，一个就系你中国人嘅文化习惯，佢就唔需要呢一样嘢，系咪？就好简单，我哋举个例子，你喺澳洲你咪好少用现金啊？用咩？语音？好少用现金。面巾啊？面巾你点定？唔系现金啊 ，cash 啊，我未收到啦冇。现金我都会用现金嘅。嗱，我同你讲啦，我依家喺中国咧，我咩情况底下会用 cash 咧？我每日出小区嘅时候咧，俾5蚊鸡嘅停车费，我就喺嗰一刻咧会揞5蚊鸡俾佢，但我可以连嗰5蚊鸡都唔揞，因为我只不过试过将200蚊俾佢咧，就乜閪事都冇啦。咁其实我身上咧系长期系冇现金嘅。系真系一分钱都冇，屌佢老母！咁但系我系用手机支付，我系用支付宝，我系唔会用信用卡噶。嗯，我知道。即系所以你信用卡支付嘅手机技术，你嘅应用场景喺中国就冇可能去实现啦。唔系，因为你有替代品系比佢更加好，咁你咪可以唔需要呢样嘢 skip 咗佢咯。就好似你以前嗰啲咩睇电视录影带，咁你直接跳到 VCD、DVD， 咁你唔使用睇录影带咯。就系呢个道理咯。所以话你包括你啱先话中南海几好几先进，咁中国其实唔需要啊。点啊？要添？佢中国可能有某种新嘅技术系或者佢独有嘅技术，或者技术实力。如果系真系更加好啊，咁啊，梗系好啦。即如果你好似头先你讲嗰种咩支付宝或者咩宝咁样，比信用卡更加好嘅，佢交易成本更加低，咁当然呢个系更加好嘅选择啦。但其实我唔觉得支付宝好啊，因为你妈成閪系要扫閪完又要揿密码嗰啲閪嘢。唔系，咁如果真系咁嘅话，咁第二个人可以发明第二种宝出嚟，更加方便系嘛？一个指纹搞掂，唔使揿密码或者。我指纹都可以，但系仆街衰在手汗出得犀利，所以我部手机全部唔设指纹解锁。咁你咪应该买换新嘅苹果面部识别点咧？唔需要指纹。系喎，得喎。之前睇苹果新聞睇翻嚟，其中一种讲法呢，即系头先咪讲话东南亚啲市场俾中国食咗系嘛？以前咧喺 Steve Jobs 时代咧，苹果手机咧好简单啫嘛，每一年就推出一部，总之你要啊要唔要拆走系嘛？就呢部啊最好嘅。系。跟住咧就话依家去到呢、這个Tim Cook 咧，佢就系属于嗰啲系做生意。啊系啊，佢冇嗰种即系理想主义者追求嘅。系。所以咧，佢系希望市场。妥协咯，哦唔系，佢系希望将个蛋糕越食越多，食得越多越好咁讲。咁所以咧，你睇下，即系如果你讲我唔知道中国啦，但系喺澳洲嚟讲咧，即系譬如最新嗰部苹果最贵嗰款咧，系卖到1800几蚊澳币嘅。咁呢个就系你iPhone X 系嘛？系啊，即系当然仲未上市啊，仲未有得卖啦。咁呢个就系佢嘅价格1800几蚊。咁如果你拣最平嗰部，即系依家喺苹果个官方网站仲买得到嘅，就系、是、嗰、那个 iPhone 八，唔系5S iPhone SE， 系啊，改变成嘅高级版 iPhone SE 嗰部机最平嗰款1800蚊嘅三分之一都不到嘅价钱，少于三分之一。咁你谂下中间个差价，佢少于三分之一500几蚊啊嘛，500几到1800几，佢希望将呢成个市场覆盖咗。再平嗰啲咧，佢唔同你争啦，500几蚊以下啲唔同你争啦。500几蚊即系相当于人民币2500蚊系嘛？3000蚊楼下。1800蚊相当于人民币8000-9000蚊咯。差唔多10000蚊咯。系啊，即系佢系希望咁样打噶嘛，即系以前 Steve Jobs 唔系咁啊，就一部机就系、是、咁多钱，你买买唔买算？咁都系佢策略系唔一样啦，而且你睇苹果佢新嘅写字楼好閪劲啊嘛，屌你，癫嘅冚家铲，佢其中即系有几癫啊？有几啲啊？即系佢咪成个圈圈咁咩？成个大楼，佢嗰个主体建筑嚟啊嘛。咁主体建筑之外咧，向外扩散咗好多唔同嘅细嘅建筑嘅。咁其中一座细嘅建筑咧，就叫做 Steve Jobs Theatre， 因为嗰个咧就专门攞嚟系新品发布会嘅。其实就唔系好大嘅，即系你可以上网 search 啊，叫嗰个咩乔布斯 Theatre， 即系剧院啊嘛。你上网 search， 即系先讲话我依家做嘅项目有几贵啦，系嘛？即系有几大啦。佢咧，佢项目咧就唔大嘅，但系个价钱咧，净系嗰个 Steve Jobs Theatre 个价钱都已经贵过我依家做紧项目啦。系建筑成本定系佢内部嗰啲内容先？个成唔系所有嘢，总之你由一块空地到起完交俾个业主嘅成本，净系嗰个嘢系，如果冇记错系160几个 million， 即系1.，等我试下，那个美金即系相当于10亿人民币咗。一个 theatre 最细嘅建筑物就要咁贵。系啊，但系佢嗰个真系设计得好靓，我哋即系周围正。但系你谂下，佢使几閪多钱咧搞啲，我都唔明佢要咁样写字楼做乜柒，佢都唔系做好产品啫嘛。
一共出过十，可能都唔够十个产品。手表系啊，手表、手机、iPod 都已经抽俾人淘汰咗。iPad 啊 ，iPad 仲有电脑 ，iMac 电视冇啦，个市场大到点都冇。佢仲有好多系嗰啲，佢仲有好多其他未来技术嘅，比如苹果车啊啲閪嘢 ，AI 技术啊啲嘢，都唔需要咁多死字啊！唔系，有钱人系要红啊！屌你。